画如果要画这张图哦，那你说老师，我画一个有点累，我下一个不想要用人工的话，我想要用程式，那怎么做？首先的话呢，几个方法，第一个，要不然就是请 ChatGPT 帮忙，你描述一下让 ChatGPT。不过后来发现 ChatGPT 写出来程式至少20行以上，可是如果用录制剧集的话，只需要2行。那当然相较之下哦，好像用录制剧集简单很多。诶，那怎么录制剧？我记得好像我前面我没有做过类似的。那我们第一个哦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哦。诶，如果要美元折现，第一个，你先把 A1 哈选到 B40，所以按个 Shift 键，再去选，先选 A1 有没有？再去选，按 Shift 键再去点 B40 啦。哦，这样的话可以把它连续范围选起来。第二步的话呢，请你按下插入，这边有一个折线图，请你选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啊，不过记得啊，资料一定要这个日期一定要先把它先那个，我刚刚好像我这个没有修正，我把它修正一下啊，记得一定要修正哦，如果没有修正的话哦，那你跑出来的日期一定不正确。OK，所以如果假设哦，你说老师为什么我日期有修正，可是问题跑出来的汇率还是有错，那跟各位讲哦，那就是表示你的日期里面哦，还是有一些地方没修正成功的。之前就有同学就是一个全部都有修正的，但是就一个地方没修正，它结果就错了。我记得好像是这样，比如说这个10月31的30对，它好像就是这个没改到，它好像就是变成说类似像这样的，然后就只有这个，其他都 OK，只有这个格式不太 OK 哈。它这个格式不 OK 之后的话呢，它做一样的事情，哎，得到结果我一看应该是错，因为它把它选到了哈，插入这边折线图，哎，那你会发现哇，出来变这样哦。如果你假设你出来的图怪怪的话，那请检查一下你的资料里面一定有错误了。如果你资料里面没错误的，应该不会出错。OK 哈，好。那所以呢，第一个哦，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先做完之后，我如果希望呢，把这个动作哦变成程式的话，那很简单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你先把范围选起来啊，待会录制剧集只需要录一个动作，就是插入折线图含有资料标记这些，点一下之后呢，马上停止就够了。OK 啊，你说老师可是？我如果要再加上那个位置哈，移动到 M1，还有宽跟高的话，没关系，你自己可以再修改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哦，你先彩排一下，我先把这个修正一下，这个日期如果错，图也会错了，我就 Ctrl Z 一下，按 Ctrl Z 它就复原了哈。好，那首先的话呢，我先确认，我待会录制剧集只要一个动作哦，就是先把范围选起来，我只要插入。这个含有这样别折含有资料标记折线图，点下去就马上停掉。好，那我来试一下，所以我先彩排一下啊，确定 OK 之后我就开始录制了。好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请你找到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剧情，名称的话叫美元折线图好了，OK 啊，比如我要录一个叫美元折线图记得哦，你就是要先已经先选哦，你不用选的动作不要后做，你先做哈。对，待会只要做一个动作，插入折线图含有资料标记折线图，马上就停止就可以了哈。所以这个名称叫美元折线图好了。好，OK，好，按确定哦，特别重要。确定之后的话，只要做一个动作，插入折线图含有资料标记折线图，好。OK 了，那你就可以把它怎么样？停止录制，停止录制在哪里呢？在开发人员哈，切回来，停止录制，好，不要再多做了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程式就只有2行。可是如果你多做，你不止2行哦。如果你多超过2行，表示你错误哦。好，那你说老师，那刚刚那个录下来的东西在哪里？很简单，在剧集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美元折线图。那你可以按下编辑。它会自动跳到 Visual Basic 里面，把那个程式给跳出来，有没有？那实际上嘛，你会发现录制剧集哦，它会帮你先插入一个新的 module，叫 module 2，然后帮你把这个程式呢就放在这里了。哎，
那实际上呢，它就是 sub 啦。所以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，其实聚集就是 sub，OK，只是说呢，这个 sub 是 Excel 帮你写出来的，OK 不是你自己写的，也不是 ChatGPT 写的，OK 那它实际上呢，就是帮你把动作变成对应的程式而已，OK 那你看哦，实际上真的就两行。上面这是单引号，这都注解，所以这个把它删掉了，delete 掉。好，那其实你什么事都没做了，你再把它执行。执行的话，上面呢有没有这边有个执行？好，你把游标放在 sub 跟那些 sub 中间执行，你会发现画出来了。可是你说老师有画出来没错啦，但是位置好像不对耶。你说位置，我希望呢，可不可以直接把这张图直接我把它 delete 掉，直接就帮我放在 M1 的这个位置 M1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将来的图都是看左上角记得哦，如果你要放哪里，你跟他讲说放 M1 的左边跟上面，他就知道了。所以呢，我要怎么样可以让他执行这两行程式的时候，顺便把图放在这个 M1 的左上角、左边跟上面哦？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跟各位讲一个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在这个程式里面你稍微看一下，它其实帮你录取的这个程式第一个物件是 active sheet，指的是目前工作表，里面帮你产生一个 shape，shape 就是一个图块，就放图的地方了然后呢，这个图后面有一个方法叫 add chart to，add 嘛顾名思义嘛，新增一个图，然后它有个二，那理论上它等于是第二版的然后如果后面其实只有两个参数啦，你说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请你把游标放 add chart to 之后按 F1 就跳出说明。那我们这边笔电还必须要多按一个方选键的 FN 就是右下角一个 FN 嘛，这个方选键你要按 FN 再按 F1，不然的话好像它这边它不会直接让你用 F1，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你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按 F1 之后，它会跳一个说明，这个是官方的说明会跟你讲说这个 add chart to 的这个方法它里面的语法呢，你可以在里面加上这些相关的参数，总共可以除了加 style 跟它的 type 之外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后面有几个332，其实332就是它的 style 应该就指的是折线图。那这个 type 的话，指的就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。那后面你有没有发现，它其实还可以再加四个参数，分别就是它的左边嘛，就是水平位置，跟 top 就是它的垂直位置，还有它的宽跟高。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刮弧的后面加上4个参数，其实它就会按照你的需求，放在你想放的位置所以首先逗点之后我跟他讲加2个参数坐标好了请你帮我放在那个 M1 的这个左边那一条线怎么表示啦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打一个 range 刮弧然后这边打一个 M1，然后后刮弧加一个，后面记得点一下，跟他讲说 left 指的是M1 的那个左边那一条线的位置，OK，逗点。再加第四个参数是 range，一样是 range M1。那垂直坐标在哪里？一样 range M1 点 top 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他就知道说，所以我刚刚只有增加两个参数啦。其实逗点有没有？range M1 点 left，逗点 range M1 点 top，OK，好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就知道说，你这张图画完之后就是不是要放在这里？执行看看好了，如果没错的话执行。有没有发现，它就很听话的自动帮你把图给放在这里了所以以后呢，如果假设你希望画的图不要乱放，因为它都通常放在中间啦，画面中间。那如果你希望放在某一个储存格的左上角的话，那其实就写这样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补两个参数应该不难吧？那你说老师最后呢？我希望它的宽跟高也是统一的，那宽怎么办？宽很简单，
就是在逗点。那你说老师，我希望十个栏宽的话怎么表示啊？通常我是还是以 M1 为基准啊 ，M1 哦 ，M1 它的宽度点 width， 所以呢 ，width 的话指的是这个 M1 储存格的宽度哦。那你说老师，那宽度只有一个栏位啊，那我要十个栏位怎么办？很简单嘛，乘十不要了。乘十不就是十栏吗？哦，所以你十栏宽，哎，再执行看看，有没有发现十栏宽了？那你说老师，我要十列高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同样的道理，逗点，我要以那个 range m1 当成基准，它的高度哦也是乘上十倍，所以 range m1 点，那怎么知道 m1 的高度哦？有个属性叫 height 啊 ，h1。IGHT 这个 height 指的就是它的高度哦，所以如果高度乘十不就好了，那不就十乘十，哎，就这样而已啦，哦 ，OK， 执行一下，它就会乖乖的按照你的想法，自动把图给放上去了，哦，啊，你说老师一张 OK 的，那其他怎么办？其他照比照办理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其他的话只要你找出它的变化，没有？哎，你说老师，那下一个人民币的话，哈，应该是在哪边改呢？哦，这个 range 好像这个底下第一行这一行是 set source data， 顾名思义嘛，指的就是说你那个资料，你要画图的资料来源在哪里嘛？那我是指向什么 range 的？哎，工具表一这个可以拿掉，钱的符号也可以拿掉，我是建议你这个都可以拿掉，因为钱。指的是绝对坐标，可是我们已经是绝对坐标，所以你不用再特别跟他讲哦，有没有？它的范围就是 A 一到 B 四十。那你说老师，那如果要再产生一个复制一个好了，叫做人民币折线图好了，下一个好像是汇率应该是人民币的，有没有人民币？那人民币是不是 A B 哎？是 A B C 不是 A B C 也是 A 跟 C 哎？所以哦，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当然你可以改。这个叫人民币啊，把美元改成人民币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来的话大概改哪些啦？位置坐标有没有？位置坐标你可以发现哦，它 我先讲一下，这个可以把旧的图删掉，在云端上有一个范本，你们干脆直接拿这个范本叫删图，有一个 sub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还蛮常会用到，如果你要把这个工作表里面的所有图都删掉的话，那你刚刚取用这个好了，因为这个其实还蛮常会用到，这个就是 delete 它了 ，OK， 所以我直接这边加一个删图，把旧的删掉了，不然刚刚有加很多个你要慢慢删，浪费时间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如果我要先画一个美元之后嘛，然后呢人民币的话呢，那其实只要改什么？把坐标更改不就好了 ？M1 这个 M1 变成 M 多少？ 11， 有没有？那如果下一个就变 M21 了，以此类推。那宽跟高不变嘛，所以这边第一个如果你要把这个人民币画出来，那这边就是 left 跟 top 改成11。OK 啊，这边把它执行。有没有人民啊？但这个结果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好像我的这个范围好像也不对，那跟各位讲哦，理论上应该这个范围要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 A， 一部分是 B 或 C 哦，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改？应该是改成 A1 冒号 A40 有没有？请你在中间加一个逗点，逗点指的是第二个范围，指的就是 A1 有没有？不是 A1 的，应该是这边改逗点之后，后面加 C1 到 C40。指的就是说呢，我有两个部分的资料哦，一个部分的资料是日期，一个部分资料就是我的汇率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执行应该就 OK 了，把人民币就执行一下，没错了，有没有人民币就 OK 了，所以哦，美元 OK 的，人民币 OK， 那底下呢还有其他像欧元啦、日币啦，其实应该也可以如法炮制，只是说呢有十个，你说老师那是不是写？十个 sub 呢？当然，如果你不会写回圈，你大概会这样想。可是实际上写个回圈，十个就全部解决了。OK，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先把那个刚刚讲的
录制句子有没有？然后修改，增加四个参数哦。OK 啊，这个我其实放在云端白板上有了，就是这四个哦。OK，黄色底字的哦。另外的话，把范围拆开，一个是日期，逗点后面就是它的汇率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美元折现图跟这个人民币折现图哦。所以总共应该写完之后应该是三个 sub 了哦。美元啊，最后删除啊，图把它删掉，美元、人民币，再来就删除。OK，好，试一下哦。明天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哦。